3:28 a.m. 你们要跟我走吗？我每次一打开行李箱，他们都会在这儿窜来窜去。给你们看我行李装了什么吧。这个大的双肩包呢，我随身背着的，里面要放充电宝，这是我自己的小电脑和公司的大电脑，因为我这次回去还是要上班的嘛，所以就把两个电脑都带上，然后分别的充电线呀的包包，还有耳机和我的 Osmo Pocket， 平时录 vlog 的时候我比较常用，然后带一个拖鞋在飞机上面穿的，这个特别好用，可以安利给你们，在淘宝上面买的。它一共有四个袋子，然后每一个大小不一样。它特别好的地方是它可以这样取下来的，就是你每一个都可以单独取下来。如果你想把它包起来的话，再这样粘回去，叠起来就是这个样子，特别能装。这里面全都是要送给家人朋友的礼物，就买了好多天，一大袋的药妆啊、香水，还有买给家里亲戚的一大堆东西。小的登机箱呢，装一点随身的东西，这个消毒的湿巾可以带在身上的，是一个月要用的隐形眼镜，还有一堆布洛芬和多利盼法国神药。这个巴哈西达莫勒其实跟多利盼的是一种东西，但是这个的药效会更加强一点。这个是我今年，对了，你们还不知道，就是我今年做了一场很大的手术，手术室当时开了好多盒给我，都是止痛药，当时做完手术的时候要一直吃的，但是就还留了很多盒，我就打算带两盒回去，感觉现在国内疫情还蛮严重的，就把这些止痛药啊、退烧药带回去给家里面人备着。然后还有我的这一个月要用的隐适美，还有一个这个在法国亚马逊上买的，感觉还蛮实用的，基本上涵盖了大部分国家的插头都可以用来转。它还有配两个 USB 的接口，我觉得还蛮方便的，就是这个小东西。我带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欧洲的插头，所以带一个这个转换插，再加上这个插排就 OK 啦。聪爸爸，舍不得他哟，聪。赛赛，呀，爸爸，小巅峰，我感觉我这边眼睛的眼袋都要掉到地上了，我真的好困呢。Hello， 大家，那大概再过一个小时呢，我就要回国了。昨天晚上可能只睡了三个小时不到，然后又要爬起来搞行李什么的。就时隔三年半，我现在讲我要回国，我都觉得哦，天哪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我一会儿是先从巴黎飞香港，在香港待个三天，就到了香港再看我要怎么回大陆。因为现在国内的隔离政策就一直变化莫测，所以我打算到了香港再决定怎么回去吧。但是 anyway， 我准备要回国了。我其实已经有3年半没有回国了，就自从疫情爆发之后，我就又要工作嘛，所以没有办法回去隔离这么久。这一次就好不容易我经理答应可以让我回去远程工作一个半月，这样，所以要感谢我的经理。但是我这次回去呢，我还没有跟我妈讲，就打算直接到家给她一个惊喜，就我妈肯定会喜极而泣。就我瞒了好久，我大概11月初就已经订了机票了，但一直跟她说，哎呀，工作好忙啊，回不去什么的。准备现在给我妈打个电话。妈妈，你今天不上班了？上啊，我等会就要去上班了。你怎么样呀？我好多了。你这个耳朵还挺可爱的嘞。我反正上班上到了最后一天，然后元旦可以放一天，然后继续上班。元旦没有假呀，就要上班呀。打工就是这样哦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上班了。拜拜。
我骗我妈说我等会准备去上班，就看看她怎么样了。就她昨天发现自己阳了，国内现在不是突然开放了吗？就好多朋友，就我反正我认识的朋友圈里面的朋友基本上全都阳了一个遍。我妈其实前天还在跟我说，就我们周围朋友都阳了，就我还没有阳，我保护得很好呀什么的。结果她昨天自己又阳了，但是还好我妈她已经打了3针的疫苗了，就昨天晚上烧了一下，现在烧也退了。所以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刚才我还在一直跟他说我要去上班呀，然后元旦也没有假什么的，他应该100%不会想到我这个时候会回国，所以就期待这个惊喜。葱，哦，我感觉葱葱知道我要走，他好像在生我的气，可能是我自作多情了。葱，葱宝宝，葱葝是我上回2019年回到法国之后，去把它接回来了。现在葱葱的这些宝宝都已经2岁了，这几个小东西呢是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。现在要，现在1个半月都见不到他们了，就，但还好我有朋友，他们就我走了之后，朋友会，轮流过来照看他们，也非常感谢我的饲养员。我现在准备打个车出发了。我以为没有装满，但其实还是好重啊！哎，我只要拖着这2个箱子。踏上回家的路了，我走了哟，拜拜。Take me home, take me on a ride. I got a good feeling about the colors lighting up your eyes. Take me home, take me to the sky. I got a good feeling. L30是我的登机口，就好多人。我应该等一会儿再进去。今天简直超级多人，机场我排那个行李队伍的时候就已经等了快40分钟、45分钟这样，然后排海关的时候又等了快1个小时，就是基本上快2个小时。本来还想说逛一下免税店啊什么，可以买点东西，结果根本来不及，我一路狂奔到这，结果发现别人还没有登机。哎，我很震惊的一个点是我这一路上没有看到一个人戴口罩，除了工作人员可能稍微有一些戴口罩之外，其他都没有戴。反正一路上没有人问我要过核酸证明啊什么，很魔幻。我以为会很困难，但是就还好，没有人问。哎呀，这个猫猫，法国人果然好喜欢猫。这人是在看我吗？我准备转机香港，但是香港的飞机现在已经开始登机了，我就特别赶。巴黎飞台湾那班飞机晚点了，然后我下飞机的时候其实那边已经开始登机了，就是一直拼命的跑，然后有很多人在海关排队，我就冲到那个登机口，结果好不容易赶上了，别人跟我说我们已经帮你改签了，改到9:40。我那班飞机本来是7:40登机的，所以我要在这里待2个小时左右。我现在好闷，我太不习惯戴口罩了，因为在法国已经可能有差不多1年嘛，还是大半年没有戴过口罩了。然后我刚坐飞机，包括现在下飞机都是强制戴口罩，所以就好闷，但是要遵守当地的规定。我怎么感觉我现在讲话都变台湾腔了？好。买了一杯珍珠奶茶，然后坐在这个旁边看飞机飞，好无聊啊。这好便宜，我刚刷才3欧哎，而且是在机场。准备跟我台湾的朋友打个电话，跟他报告我的位置。现在才是第一个中转站，我后面还要跑好多地方。加油吧！又晚点了，我终于到香港了，快不行了，天哪！果然3个小时之前这样，现在头晕，好想吐。行李找到了，机场大巴拉了一大堆行李，101块。这家店可以买电话卡，先把电话卡买上。啊，我现在出来坐机场快线，累死了，天哪！但还好，我觉得还蛮方便的，就是香港机场出来就可以买机场快线的票，然后电话卡也很容易找。只是我现在真的太累了，我想马上躺到床上，好困。
挺流畅的，我觉得香港机场弄得好好哦。机场快线到市区，然后从市区再打车到酒店，这样会便宜一点。在我的旧钱包里面发现了很多年前用的一个八达通，而且八达通里面还有40块钱，我觉得好像捡到了40块钱一样，好开心。交通简直太方便了，我就好喜欢香港。现在打车去酒店，然后马上跟我朋友会合啦。酒店说是给我升级了一个房间，我来看一下长什么样。哇，刚刚李斌帮我把行李送上来了。这个房间感觉比我在图上看到的小嘞。这边有个浴室、洗手间。我现在太脏了，坐了一天的飞机，当然要洗澡。我以为会是很大的那种，觉得在香港这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了。刚才酒店跟我说他现在在装修，所以就有点尴尬。不过那边可以看到海，是只能这样看。然后这下面还有一个游泳池，哎，也就这样吧，将个就。我现在要洗个澡收拾啊、哦、我把口罩脱下来，闷死我了，天哪，好久没有戴口罩了，在法国都不用戴口罩，我要尽快适应。恢复元气，终于干净了，洗了一个巨久巨烫的澡，就是滚烫的水洗了大概40分钟，终于把自己洗干净了。坐了一整天的飞机，我觉得我好脏啊，然后就疯狂的洗澡。好像还没有跟你们说我为什么要从香港飞，就是看着很麻烦，但是的确很麻烦。当时我买机票11月初的时候，法国飞国内的机票像飞广州都要2-3万，我觉得自从我工作了之后我就很节省，我就不舍得花这个钱，真的不想花几万块钱去买机票，然后还要在酒店隔离个1-2个礼拜。所以当时我11月份买机票的时候，我就想着我先飞香港，当时香港只用隔离3天嘛，3天之后再飞深圳或者别的城市。像我买的这一趟到香港的才花了600多欧，不到700欧，加上这3天隔离酒店的钱也就不到10000块钱，8000-9000这个样子。我当时查了各种办法怎么从香港回内地，要么你就在香港隔离3天，然后找国内的一个城市买张机票飞过去，去到那边再隔离，要么就是坐那个什么港珠澳直通车去抢京巴的票从香港到珠海隔离，或者就是深圳驿站每天摇号，然后几万人去抢2000个人的名额，每天摇摇摇。哎，这些办法我都试过，我当时觉得自己还挺机智的，就是选这条路。结果我买机票没有多久，国内的隔离政策就从当时是7+3嘛，变成了5+3。香港也是，本来是0+3的，后面变成直接你落地就可以飞国内的城市。然后一出这个政策呢，直飞的机票马上就降下来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我机票和酒店都订了，都是不可取消的，我就反正从12月开始，我觉得国内整个防疫政策就是变幻莫测，就每天都有惊喜。就在我出发的前几天，国内的政策又变了，就变成从1月8号起全面取消入境隔离。啊、哦，我当时整个人就炸掉了，真的说取消就取消，我就好恨我为什么没有买1月8号之后的机票，这样我就不用隔离了。但是还是话说回来，政策这种事情没有人说得准，我现在只能做一个末代隔离者，就最后一批隔离的大冤种。那我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买了一张京巴和一张深圳关。反正小红书现在已经变成我的情报 Google， 就每天有什么消息我都会在小红书上各种刷。唉，回个家真的是太难了。嗯，好舒服的床，我累死了。嗯、哦，好累啊！嘿，我收拾好了，我收拾好了，但是房间已经全部乱了。现在出门去见梁老板，我就好期待又好紧张，因为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了。我上一次见他就是我2019年的时候送他来香港读书，我们就真的好久好久没有见了。然后这几年他在香港，我在法国，分别被不同的社会教做人，但是我还是很期待可以见到他的。
他这几天就会带我在香港玩一下，然后我们一起跨个年。其实如果他不在香港的话，我可能就会把这个酒店转出去，我就不会还要待三天这样。但是想到他可以跟我一起跨年，再加上我也蛮久没有玩香港了，所以还是这三天就当旅游好了。这个酒店感觉是一个挺老的酒店，但它应该重新装修过，而且服务什么的都很好。我刚才来的时候，我一下的士，人就给我拿行李，然后直接帮我送到楼上来的，就我终于不用搬那两个讨厌的臭行李。然后包括保洁呀，还有帮我开房的人都还蛮好的，所以这酒店订的还不错。然后你看它，这还有楼层什么的。这边这里还有一个梦，这个直接酒店里面就有一个商场，然后还有屈臣氏啊和很多吃的东西。这个酒店还有免费的穿梭巴士可以去市中心，酒店里面就连通了一个商场，穿过天桥就是地铁站，特别方便。我怎么感觉我在跟这个酒店打广告。红磡火车站可以从站这里直接走过来商场，然后回酒店，好方便哦。给你们看我这个很有年代感的八达通，现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，这是好几年前的版本。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好幸福啊，就回到了一个熟悉的环境，其实感觉很安全，没有人会偷我的东西。在法国就是坐地铁担心受怕了，这里就很好。我见到我发小了，嗨 ，Welcome to Hong Kong. Hong Kong is a beautiful place. 啊，这个人带我来吃这一家，我先要切成南普模式了。这个小可爱定了一个巨好的地方，天哪，我现在好兴奋，就是好久没有见过这么现代的大都市了，我就很像乡巴佬进城，看到什么都要拍，但真的好漂亮啊，香港。没吃过这种东西了，就知道你们法国什么都没有，就有的是刀板，就这么正。你要焦一点的还是嫩一点的？焦的。这家店的东西太好吃了，我感觉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商场嘛，人好少哦，跟疫情之前都不一样，但是也蛮好逛，逛得比较舒服。太漂亮了吧！是每天看了看吗？吃完饭之后，商场居然还开门，开到半夜。法国的商场都是7点半就关了，8点最迟8点。香港真是太好了。困了。昨天吃完东西10点钟就回来，就不到10点我就已经晕死过去了，然后半夜3点多就醒了，就一直睡不着。但是我刚才又被打扫房间的人叫醒了，我忘记挂牌子了。今天一天的安排就是吃吃吃，买买买，然后等朋友下班跟他一起跨个年。好神奇，我的2023年会在香港开始。我在迷上了，太累了。这个装修真是败风景，本来可以这样看到海。但是因为它这个装修，哎，可惜了这一片窗。下午1点钟了，我还是好困呀，但是我觉得不行，不能浪费时间。我现在先去找个东西吃，他刚刚给我发了一个特别地道的香港美食，我就想吃这种很 local 的东西。我觉得香港的东西都好好吃，然后可能待个一周都吃不完的那种，所以我今天要抓紧时间，赶紧把想吃的东西吃了。今天天气好好哦。
这个是我住的酒店大楼，你看它外墙都在装修，就比较可惜这一次没来对时候。这个就是我朋友跟我说特别特别地道的香港美食都在这个街市里面，来进去看看呢。好，坐下来，这一个桌子分两半用。我要点它的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就是长得都差不多这些店，但是这里面有什么秘制猪扒，我觉得应该挺好吃的，所以试一下这家。它比较出名的猪扒堡，还有一个瓦煲奶茶，虽然看着不怎么样，但是真的很好吃。这个猪扒，这个奶茶好浓啊，就是茶味很足，然后这个猪扒也是，它炸得很焦脆，哦，太好吃了。好像刚才没有吃过一样，我现在又来了另一家店，点了一个净牛丸，然后一个柠檬茶。要整红色吗？柠檬丸超级烫，好脆哦，就是那种很轻弹的感觉，然后又很脆，是吃了两顿饭，但是就太多东西想吃了，我还想吃一个炒河粉，但实在吃不下了。它那个牛丸真的超级好吃，就是很 Q 弹，就一咬下去就有那种，太好吃了，就很久没有吃这么正宗的牛丸了。然后饮料也是，就是很正的柠檬茶。我现在除了正宗，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这些吃的。第三顿我自己要了一个咖啡，然后这个人点了一个鱼丸。迅速约了一个我在法国的朋友，他现在在香港工作，后台可能十分钟，也就十分钟二十分钟不到就来找我了。我们当时一几年在一个公司实习，在法国，哎，不是一七年还是一八年，我们俩反正当时第一份实习跟这个人在法国同一个公司，然后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赶上他的脚步。现在这个人是香港的青年才俊，然后我还在巴黎打工，就是巴黎大农村打工。最厉害的妹子，哦呦，独立自由。他可能只认识我一个妹子，其他都是男生了。这个人要带我去一个新的商场，我之前没有逛过，叫 K11。我刚刚在这个地方吃了三顿，就超级好吃，拍照啊什么的觉得很普通，但是吃上去真是惊艳，而且很便宜。我刚才吃了两顿，才花了15欧，就是特别特别地道。我现在看到香港，我觉得好好看，非常繁华的大都市。我巴黎楼都见不过六层，根本看不到这种东西啊。这个最高的楼，这个人以前在这里上班，有好舒服啊，今天在这看一下。太快乐了，这里的衣服都比法国的好看多了，这个马姐瞬间都不香了。马姐现在在我眼里面是香港最不好看的衣服，也没有了，就是最一般的衣服。现在这个点都已经在等了，而且好大一家日杂店。小红书上发现了一个日杂店，在海港城里面终于找到了，里面好多就是小时候喜欢的那种牌子。这个在法国都要找日代购买，我们俩现在已经迷失在这个店里面了，太好逛了，小时候很喜欢买的那种，童年的回忆有没有？Just a moment ago, been on the perfectly go. 现在2022年只剩三个多小时，不到4个小时。我们现在逛了一整天，从白天逛到黑夜，现在还要继续逛。来
来一个小红书推荐的店把我的行李箱换了，这好多可以选的哦。哎，这个跟我那个长得一模一样，可能买一个这种，感觉还挺结实的，而且它这里中间可以放大。1980，就有我这里的那个红地一个。我现在纠结这个和这个，这一定要男的为止，我决定要这个。出发去跨年了，好累，这个人刚下班，营业，被迫营业，去跨年了，不一定跨得成。今天好多人啊，都是要去看烟花的，我们不一定能挤过去。好多人呐、然后好多路都封了，我们现在只能跟着人群往前走，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口没有被封住了，然后就可以看烟花。但今年是疫情之后第一次可以跨年有烟花，所以应该大家都想看。我们两个很机智很明智的决定放弃，因为那个地方已经走不过去了，然后我们有点怕有再发生韩国那种踩踏事件，加上我们两个没有吃东西，所以决定还是先去吃东西，然后再找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可以看到就看吧。是不是成年人的机智？3岁人就怕一样，怕死，真的怕死，越老越怕死。如果是年轻的时候就冲进去了。对，哦，找到想吃的这一家了，居然还开门。街南同山菜啊，你想吃芥蓝还是芥蓝？街南呢？讲广东话厉害哦，还行吧。2022年最后一餐，云吞面，这个面太好吃了，它是个虾，咬进去脆脆的，然后有白胡椒的味道，然后面也是很筋道。香港的东西就是没有很多调料，就是原汁原味。这个也是，就是一个水煮白菜加蚝油，那就很好吃。找了一个黑石广场，这里应该有倒水，然后有表演，可以在这里跨年。那个烟花我们是去不了了，因为进不去，太多人了，所以就在这里跨年吧。又倒数啦，还有1分钟，2022要过去啦。声音应该是电子的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看一下你们香港，热闹吧，热闹吧。晚上12点在排大鸡排，这边也是锅贴，厉害了呗。那可不。早上好，现在一大早起来去做核酸，好困啊。祝新年快乐。对，酒店还挺好的，它有那种巴士，免费的巴士可以送我到就很中心的地方，尖沙咀那边。其实坐地铁一站就到了，但是感觉有巴士坐还是很方便。就是晚上又是只睡了3个小时，好像在强行调整时差。到了，这个车一下来，对面就是崇光百货。我现在赶紧速度进去买个东西，然后回去叫梁老板出来，我们就去常州。在逛 DFS， 是我觉得香港的有法国品牌的话，价格都没有法国的便宜，我还以为会比法国便宜，然后还是在法国买的，但是可以买一些日本的东西，价格会比我找日代买要划算。找到了这个宝拉的牌子，买了一个这个。他还多送了一个这个12生肖的那个红包。好了，这个好可爱呀、烧鹅饭，应该有个青菜吧？好，吃了不？吃了。你在跟屏幕说话。超好吃的烧鹅饭。
我已经巨久没有吃过这个烧鹅，还有这个酱。居然是米其林一星哦！刚刚去吃了中环的一家烧鹅饭，太好吃了。不开我啊？不是吧？哦，那我关门了。是星期天不开？好吧。出发，准备坐船去常州。瞬间回到了小时候，可能20多年前，以前我的老家也是大概这个样子，但现在看不到这种就特别古老的小街。来到这个岛都已经5点钟了，然后现在天也快黑了。这个岛真是让我感觉瞬间回到20年前，就是小时候家里的建筑就很像后面这种，就空调外机都还在装在外面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这种空调外机了，好有年代感的大排档啊。本来还可以说去山上看日落了，看个屁，怪这个人，怪他吃什么烧鹅喝什么奶茶，不知道谁睡到2点钟。没有哦。哦，我找到了椰子。哎呀，40啊！我给你了 ，OK， 谢谢。哦，慢慢拉。哦，我椰子切冰啊，买到一个巨甜的椰子水。看着好好吃哦，然后这边是真的芒果耶，一整块芒果。好奇来看一下这里的房子多少钱。好，现在去香港的机场准备飞成都。我今天本来打算过深圳关回到大陆的，但是现在突然计划有变。我到了，又开始了。最后在机场吃一个早饭，然后就进去过安检了。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，香港机场。啊，现在要飞成都，我打算到了成都之后再看我能不能直接买一张机票飞南宁吧，因为深圳实在是太难了，我现在真的是弄不起来了。如果年纪再轻一点，我可能会就去深圳关那排队，然后会比较便宜嘛，但是我现在不行了。我其实本来打算的是今天从深圳湾走的，一大早都去香港社区把那个快速版的核酸都做了，然后也拿去打印了。结果晚上的时候我在小红书上看到说深圳现在的政策有变，就还是要坚持5+3的政策，就是每个地方的隔离政策不一样。昨天晚上就好纠结，最后还是决定直接买一张成都的机票，就不走深圳了。我从决定了要从香港走之后，就每天都在关注深圳关的政策变化，真的是
隔几天就有新的变化，而且它深圳很多区嘛，就每个区隔离的政策也不一样，可能有些区还是5+3，有些区已经变成2+3，然后有些区是2+6什么的，反正就很变化莫测。1月8号之前应该每个地方的政策都不一样，然后会变来变去的。我昨天晚上也是把我弄得头好痛，我就一直在刷一直在查，最后还是决定买成都吧。虽然那个机票好贵啊，我昨天晚上买的从香港飞成都的机票是3500，然后从成都再飞南宁的话是差不多1000块钱，我就又将近5000块钱又打水漂。但是我想着如果能隔离少一点，我能尽快的回到我妈身边的话，5000块钱也算了，毕竟我假期也就一个半月，而且我还要工作，明天其实我就要开始上班了的，遇到这种事情也没有办法，如果能花钱解决的话就花钱解决吧。所以现在就等成都的飞机。我真的不想再来机场再坐飞机了，真是把我坐吐了。Later. 出来了，没有人管我耶！天哪，成都简直丝般顺滑，刚才那一口居然没有人管我，我就这样出来了。刚出来我就把南宁的机票买了，我现在要赶去 T2航站楼。我去，我太开心了，我居然不用隔离，我就出来了。成都，我爱成都啊！成都，最后一站，我现在就是个行走的丧尸，只想回家，哎呀，太脏了！哇，现在小杨来找我，小杨，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成都市区了，所以他来机场找我，跟我见一面。我现在去找他，然后直机，准备回家。小杨，找到小大胖子。我才买到1000多，差不多2000的箱子，才用了一次它就坏了。托运行李内，请不要放置充电宝。天哪，成都大都市，好怀念这个机场啊！我们上次见面就是我送小杨在戴高乐机场，他回国，然后现在我回国他来接我。我本来要在成都住一晚上，想说跟他吃个火锅再回去的，但是我实在不行，明天一回家就要上班，所以他只能来机场陪我吃一个酸辣粉。看这个人好时尚哦，还有现场征婚，成都的青年才俊，我所有认识人里面最贤惠的一位，没有之一。青年才俊，单身的请致电小杨。见了几个小时，我们见了3个小时，我们见了3个小时，没有办法，我们还以为3-5年都见不到了。他从法国回去之后还说约在巴黎见，结果我先回来了。今年是我们认识，我们就是在成都认识的，我们读的一所大学一个班，然后后来就一起去了法国，然后还住在一栋楼，还住在一栋楼里，还天天找他吃饭。大伙过日子的那疫情那2年真的是还好我们在一栋楼里，然后现在他就回来了。对呀，但是我们都会越过越好的。就是明年都找男朋友，这个有点难，你先找吧。你先，你比较急。下次你去巴黎吧。好，好了，小杨，明年见，拜拜。到南宁站了，
我五天飞了四个地方，终于到最后一站，我再也不想坐飞机了，我天！我刚刚在飞机上，我的手都是在这样抖，然后心跳跳得很快，我就觉得有点害怕，是因为这两天我五天飞了四个城市，这个飞行时间特别长，然后晚上睡觉也睡不好，因为我七个小时的时差，可能每天就只能睡三四个小时，然后又要起来。但是这一切终于结束了，我现在到南宁了。然后我刚才让我的闺蜜跟我妈妈说，她有那个咳嗽药要送给她，然后让我妈妈下楼拿。啊，其实是喊我妈下楼开门，然后就可以见到我。我现在有点紧张，因为这个惊喜已经准备了好久了。马上我就要回家了。吃完饭要睡觉，今天任务圆满完成，回家啦。